欢迎大家收看这一场比赛。今晚的天气三个字，冇得弹。而观众席上球迷的气氛亦都跟我天气一样咁好，我们都可以感受到球迷对这场球是有几咁期待。始终都是一场很大型的赛事的嘛。虽然离这个球场的交通，老实说真的不是太方便的，不过看到现场的情况，大家都知道什么事，完全座无虚席啊。一个咁壮观的球场，真的很适合这场咁重要的比赛啊。洛迪高高斯咁大压力都解到围，俾啲压力佢，睇下攞唔攞到个波先。维拉好拉开咗个空间啦，宾韦特后冚上嚟帮手，不过唔成功，传去侧翼嗰度，传向前啦，走井横树即刻有所反应啊，嘢传得唔错，突破三浦之良，唔想犯错啦佢。我话唔定一球定胜负啦，好成功清走啦，呜攞翻个波，梗系好开心啦。哇呢个拦截啊，落力咗啲，够晒警觉，睇到队友跑啦系嘛？洛迪高高斯一开波啫，两队竟然系争紧个主导权啦。传波唔系好够默契，洛迪高高斯，维拉，维拉明显犯规啦。传波嘅机会把握唔到，尼马传过去啦，喂啲 timing 完全错晒。哥斯达古达比数仍然系零比零，古列治清走个波。哇！高斯達古達咧，睇佢個風格咧，真係唔知佢原來踢後衞噶嚇。哦，提咪要起腳咧，入波啦！入波啦！入波啦！哇！自己帶波過咗三四五六七關之後，仲要自己射埋，真係神乎其技啊！呢個波啊打得靚啦，除咗夠冷靜之外咧，仲要之後最後嗰個射門咧處理得好啊嘛！大阪飛腳領先一比零，你睇下啲球迷對呢球波嘅反應哦。我聽到啦，佢哋話想要多球啊！史代捷戈夫攞到波啦，揾到空位，整腳地波，將個波啊清走咗，解咗圍先啦喂！呢啲咁嘅傳波真係激死隊友啊！俾人捉到越位啦！中村宪刚，史代捷戈夫，睇下俾唔俾到个靓波先。三浦之良，中差些少啊！试多几脚啊，下次应该射中笼噶啦。可以嚟多次啦。防守球员掹得好紧，令个对手出现失误啦。太维啦，洛迪高高斯叫做暂时解除威胁啦。好嘢，一失咗就即刻攞得翻，打唔穿啊呢一球。史代捷戈夫攞到波啦，中村宪刚。跑得幾好啊，但係咧就未能夠成功突破啫。古列治呢個外側傳球追唔到啦。
向前啊長傳啊，東尼亞當斯睇得一清二楚啦。洛迪高高斯，大阪飛腳希望將1-0嘅賽果維持到完半場。哥斯達古達洞察先機啊！哥斯達古達清走咗個波路，洛迪高高斯起到腳啦，得手啦！曼聯追平比數啊！真係唔怪得個龍門噶，你睇下佢前面俾隊友遮住曬，點都救唔到啦！呢場波嘅形勢真係不停咁變緊啊！對強隊咧，難免係要冒下險噶啦。呢場波應該好有睇頭啊！呢球差些少就得噶啦。可能咧溝通係出現咗少少問題啦，有啲牛頭唔搭馬嘴啊！大阪飛腳又立翻個波啦，走井。哇！呢下橫睇掂睇都係犯規啊！罰球啦！接到啦！球正吹雞，上半場夠鐘啦。嗱，個比數咧就反映唔到呢場波有幾精彩嘅，兩隊波你來我往嚇，大家咬住咬住。而家比數咧係1-1啊！兩隊喺頭45分鐘咧都仲係咬住咬住啊，比數而家係1-1。下半場已經開始啦！呢一次進攻啊，到此為止啦。閱讀球賽能力好啊嚇，預測到之後會發生咩事？好嘢啊，食曬個位，攞得好啊！啊，可唔可以俾到落？呢球點咧？入咗啦，入咗啦，攞翻領先優勢啦！呢球波啊，真係點講都冇得救噶啦！你睇下刁轉到咁冷靜嘅射門，入波就係必然嘅結果嚟噶啦。我哋啲球迷咪就係等緊呢一球咯。呢個球員天生就係曉入波嘅，就算成場狀態唔好，都照入。哎，守得好好啊！維拉、古列治，喂，把握機會啊！古列治越咗位啦。啊！睇唔睇到有隊友咧嚇？佢真係唔想冒險喎。維拉中村憲剛，哇！睇下領隊咧，滿面笑容啊，應該好滿意啲球員嘅表現啦。成功解圍，呢球傳得唔夠準噃。遠藤保人，三浦之良傳，喂射佢啦！入球出現，比數啊進一步拉開啦！真係俾你揸支狙擊槍咧，都未必射得咁準啊！呢個臨門一腳，你嘅龍門都估唔到個波啊，其實會飛向邊度？
Substitution in progress。曼联趁呢个时候咧就活第一次人啦吓。而家两队啊相差两球啊。喂，呢队波好似无时无刻都谂紧咧要点样入波嘅，真系非常有睇头。诶，咁似唔得，解围啊！好快又抢翻啦噃，成功过到人啦！呢球好波，埋门，完全阻唔到佢哋啊！哇！值得欣賞咧，就係佢哋唔單止係搶個波咁簡單啊，仲要係攞到個波之後點做嗰下好嘢啊嘛！大板飛腳，哇！咁易就領先三球啦！哇！毫無意外又交功課啦，相信佢可以再接再厲啊！睇實邊個喺前邊啊？呢球波擋得好啊，直接長傳，截得好，咁大壓力都解到圍。哈利簡尼、皮里斯、哈利簡尼，咦，解除危機啦！好關鍵嘅解圍啊！皮里斯仲唔諗住俾喎，好似唔知道呢個世界上有隊友咁啊！三浦之良，好搶咗個波啦！俾波嘅路線又明顯得滯嘅，古列治望住佢側極傳出去啊！皮里斯踢入中路，个波踢翻出嚟。远藤个预知能力真系好啊！咁都俾你估到啊！中村宪刚、史代哲戈夫、远藤保人、想要个波，个波又嚟唔到。洛迪高高斯。这个走位 OK 的，不过防守够硬净啊，起不到够很正常啊，前面得返个笼的咋，准备要射啦，射和救都是一流的，大板飞脚，平时最叻就是反手为攻的嘛，今次都做到啊，不过不入啦，哇，这球有趣啊，和龙门单对单，今次啊输给后防球员啊，不过他不用几耐了，相信就会再来过了。洛迪高高斯，洛迪高高斯，结果就系冇结果啦。喺眼前都几好机会啊！唔错啊，皮里斯反应非常之好，清走个波啦。得翻五分钟咋，开界外球。一腳踢走佢，维拉、宾韦特，嗱睇到啦，古列治射啊！一个人犯错系难免嘅，他的表情咧，竟然是说明一切啊！揾紧机会传波啊！他系真的不想冒险啊！差咗少少力量啫。远藤保人，哥斯达古达清走个波，哎，截得好。这个是最后一球，大板飞脚，今天的表现可以用完美来形容，对手一机会都没有。Kimman， 刚才场波你怎么看？大板飞脚，在中场有很多球员都很勤力地走动，你看到一队波这么有效率的中场线，实会踢得好。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，多谢 Kimman， 多谢大家收看。
quick reminder today to please drink responsibly. Anyone appearing intoxicated or behaving in